实在等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高八号啊，高峰高老师啊，是我们这儿最认真的一个演员。是啊，刚才又唱快板又说又闹的，嗯，话筒都湿了啊，不至于的，嗯，至于那么湿吗？嗨，没有那样。让他们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我跟于公公啊，怎么着，郭公公？你早来会儿多好。我们这个后台有严格的时间要求。没错。哎，你是几点到几点？几点到几点？啊，这是必须的。哎，啊，所以说今天高老师呢，就是稍微的多说了一点。嗯啊，这到后台得扣钱。嗯、对，还扣我钱。他跑这过瘾来，你不是要钱吗？啊，谢谢吧。嗯，让他们俩下去休息。嗯，我有时候我也爱听他们俩。啊，是高峰、栾云平，他说的好玩啊。栾云平那是我的爱徒啊。对，嗯，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。今天很高兴啊，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哼，你就把我也说进去了。你跟他又不一样啊。当然不一样，他是干的。嗯，我是亲的，是吗？不像话，在一块儿啊半辈子了啊，很感慨。是吗？我们俩也是废物。怎么叫废物？干别的干不了啊，那还是就能说相声，就会这个，但是很开心呢。嗯，观众听完之后哈哈一乐。哎哎，有时候观众要爱听，还爱听台上说错了呀，啊，出事故，哎，台上出事故或者怎么样，观众也开心。这个有意思，找乐，也就说相声，对就是错，错就是对。哦，这都混着。你看跳舞不行，跳舞台上跳半截腿折了，那你说、啊、这说相声腿折了也不成啊？是啊，说相声就很少腿折。对，那倒是、哦、都是在后台玩命吃东西，让把腿砸折了。哎，好，侯公公那，谢谢吧。嗯，这个老听相声了，其实对我们都熟悉。是，嗯，其实我特别想有一个正式的场合，要谢谢谦儿哥。您干嘛这么客气？对我对中国相声界的贡献非常的大，这可不敢当。因为我在舞台上其实只占20%，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，主要是家人。嗯嗯啊，那好多人都问我啊，问什么？你为什么老在台上说于谦的父亲？哦，说于谦的媳妇儿？嗯，说于谦的孩子？啊，问得我哑口无言。没得说了，你们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嫂、嗯、我就那么开心吗？你可不是就那么开心吗？你说我说谁呀？啊，艺术是假的呀。嗯，我们在台上一定要提到人呢。是，这个故事第一是我的事儿，嗯，第二就是他的事儿，就我们俩，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啊。你说说谁？说现场观众行吗？啊，今天有一观众怎么怎么样，他太太跟我关系很好，如何如何、哦、你就没说完了，这菜刀就上来了。好家伙，说其他的行业也不行啊。也不行吗？这是你一说，明天人家一骂街，我们俩人还得微博道歉去。这个是我们都这个岁数了，就指着手艺吃饭，也不能老道歉呢。对啊，为什么台上老得说于谦的父亲呢？嗯，我愿意。哎嗨，那就老一愿意。不是愿意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哦，这是假的。对，当然了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。嗯，你包括向有关部门去报告的人也知道是假的。哦，天底下有一句话特别对啊。啊，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。你看，你怎么办？他就是坏。可不是吗？他想半天怎么才能害他呢？嗯，我得想一什么什么主意，拿这个去骗有关部门，如何如何？他以为都不明白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嗯，你要真台下见着于谦的父亲们，您当时别门啊！您这一门就一骗了你啊！这骗啊啊？哪骗啊？哪骗都行，没听说过啊？那就这骗，这骗啊！这女孩还愿意搭这茬儿，你他们沾粒就走啊？还管你男孩女孩啊？我台下见着他父亲，我那个客气的都不行了。是，真的啊，就如同我亲爹是一样的，就是这关系。因为那个老头很疼人，很疼人的，人好啊啊、嗯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，那个老爷子，
我反正我觉得他爸爸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人。嚯，那么完美吗？不管是生活，能力、品性、作风，嗯，哎，作风不算，对，就是、哎，就这重要，就这不算了。老头这一天就是非常健康的一天。啊，这怎么叫健康？早晨6点准时醒。哦，你看这一点就很难得，自律，不睡懒觉。6点，他爸爸早晨准醒。是吧？但是不睁眼，不睁眼叫醒啊！你看，苏醒过了，但是马上睁眼坐起来，对心脑血管都不好。哦，躺那有一个慢慢的，嗯，先躺5分钟，是让身体慢慢苏醒。嗯，老头慢慢默念，念什么？一只羊，两只羊，睡了又。再一睁眼，上午10点半。好家伙，这二十多起来之后，活动活动，嗯、哎，打一盆水，嗯，先泡脚。早晨起来，你看你们都是晚上啊，睡觉前泡脚，舒心活血，怎么样？是啊，跟他爸爸一睁眼先泡脚，哦，因为头天晚上忘了，哎，这那就是没泡脚嘛，泡脚，泡完脚拿这水，再洗脸啊，后洗脸，拿一漱口鱼，哦，他全反着，嗯，哎呀，咽了，彻底就清醒了，那是，这才起来，恶心的这是，哎，先要。先要喝猪奶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因为这个猪奶，刚才你说就不像话了。怎么？什么牛奶、羊奶都可以，猪奶谁喝？他爸爸原来是喝这个，喝牛奶，啊，但是喝牛奶受伤了。喝牛奶怎么受伤了？喝着半截啊，啊，那个牛坐下了。哎呦，那是得受伤。换成喝猪奶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没事了吗？往那一躺，软软乎乎的啊，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儿。小哥几个，打哪儿拎的小哥几个？抢着嘬呗。嗯，不、哦，喝完了站起来。嗯，哎，高高兴兴。嗯，哎，心情特别愉快。那是饱了，高兴了。哎，出去锻炼身体。哦，先要跑步，早晨起来跑步之前有一个仪式。还有什么仪式？找一个门呢、啊。嗯，啪。这是踹一脚这门，然后跑，还踹一脚门？这个门可不是一般的门，什么门？一定啊！这个门里边要住一个寡妇。我爸爸早上起来踹寡妇门去了，他倒没刨绝户坟去，他这跑一大圈啊，跑一身汗哦，跑完了到河边游泳，哦，到河边游泳。早先是上游泳池去游，那多好。后来游泳池不让他去了。为什么不让去？因为他淘气。老头还能淘气到哪儿去？他在游泳池那儿撒尿。啊，这个您就不了解了。怎么？您问问，都在游泳池里撒尿。嗯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别人是在池子里，他呢，岸边。好家伙，那是不让去了。所以后来他就到河边。啊，那没人管，也很好。嗯，来到这儿呢，把那个跳舞的老太太都叫过来，快来，干嘛呀？看我要游泳了，这有什么可看的？老太太们跟那儿，你爸爸脱衣裳啊？嗯，要游泳，脱个一丝不挂，光着。哎，就跟你那菜市口那个。对，我别提那个，怎么老有这砍头的事儿？你爸爸不是为了脱衣服，那是为了让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。老头还有纹身啊，后背啊，从脖梗子到脚后跟纹了一整条带鱼，多难看呢这个。所以必须的要全脱了。干嘛全脱？带鱼穿裤衩不好看。哎嗨，那就全脱了。下水之后翻波浪，游得好，那活灵活现。嗯，每次都让人家拿网给抄上来。好家伙，没看人就看鱼了。哎，嗯，这儿回家来打一电话，自个儿叫一外卖。自个儿叫外卖，要一个披萨，你瞧还挺洋气。大爷，这是您的披萨，给您切开吗？切吗？切8块还是12块？对，怎么切？8块啊？为什么呢？12块谁吃得了啊？啊，这不是傻小子吗？这8块披萨都吃完了。哦，喝一大碗那个女鸡汤。女鸡汤？对，不像话。那叫什么？那叫母鸡。怎么还有广东人呢？哪儿广东人？母鸡啊。不是那意思。喝完之后，嗯，睡一会儿，午睡，起身，嗯，到这个健身房去拉皮条。哦，嗯，
健身房拉皮条。是的，下午啊，下午两点多钟到健身房去拉皮条，早点了。应该呢，晚上九点多钟差不多。你说的这是头牌的话吗？不，行了行了，哪有头牌 啊？说错了，那不叫拉皮条，那叫什么呀？那拉背气。对，练这个。对，一到健身房，没有不认识你父亲的，都熟。不管正练什么，都站那儿。哟、于大爷来了，很恭敬。老头啊，好，练你的，练你的啊！哎，别停。哟，这个胖子又来了啊！在练吗？大个子你也挺好的啊！是，好久不见。嗯、哟，你这个胸肌练得真好，是吧？大爷，我是个女的。嚯！好，就别跟人动手动脚的了，就。你爸爸可开心了。是啊，就为了你来的。得，不为这不来。哎，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。啊、哦，专业的呢？他爸爸专业其实是一个文物专家。这个大差离格了，有点。哎，大部分时间啊，他是要用在考古上。考古？他爸爸是研究瓷器的，是吗？哎，官窑、哥窑、越窑、定窑，呵，逛窑啊，逛窑。他爸爸最爱这逛窑，最爱这。你看那几个窑，你看有的是在河南，有的是在杭州。对呀、啊，逛窑是在北京。北京有窑？就前门一带。是吗？那几条胡同嗯。这是研究瓷器的吗？这个、嗯，你爸爸老带着几个瓷器上那儿去，这嗨，不叫事儿。这个，反正老头逛窑逛到后来身体不好，那是，那、啊、那肯定身体不好。是是是是，他去世那天我还赶上了，我爸爸去世你赶上了，我赶上了啊，他都没在家，是我在外地。我一进门，嗯，老头跟那躺着，他大哥在那守着，啊，就我们老大在家，他们家是哥仨。对，他上头一个胳膊，下边一个弟弟，我在中间，他行二。对，哥仨岁数差不多，踩着肩膀下来的。是，大哥31，他50，老32，这连胯骨轴子都踩不上啊！这个，这是踩肩膀吗？这个垫点脚吧。我比我大哥大，合着。没没，他比你大点，比你大点啊。反正这么哥仨，嗯，你是不在家，是他跟那个八宝山曲艺团出去演出去。合着您这都连着的是吗？他拿着镰刀带着鸡蛋演出去了。哎，我还送鸡蛋呢啊，家里就大爷在了。嗯，我一进门我都傻了。是吗？你爸爸躺在那儿，那脸翠绿翠绿的。嗯，你大哥在那儿坐，那脸惨绿惨绿的。爷俩谁先死啊？这是怎么全绿的呀？这爷俩要打古玩店门口过能揽进去。好家伙，跟两块翡翠似的。没听说过。大哥你怎么了？你问问他。老头要坏了。是啊，我守了好些日子了，嗯，二的三的都不在家，哎，我一个人我连动都不敢动，我连饭我都没吃，饿着，我两天没吃饭了。哎呀，大哥你不能不吃饭啊。怎么？老话说得好，人是铁，你爸郭德纲因为确实等会儿你身体不好。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饿得慌。不是，您这差点滑过去啊。您说的还挺快。你拿个成语啊来。没听说过，这是成语吗？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啊。行行行行行啊，好好，那不是饿得慌啊。对，哎，饿必须你得吃饭啊，你上厨房吃饭去。哎，我替你守着老爷子，这还差不多。大爷站起来擦擦眼泪，嗯，奔厨房做饭去了。我在这看着你爸爸，嗯，这也心里难受。你也有今天啊。什么呀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原来踹寡妇门那会儿跑多快，别提这个了，对吧？现今、啊、躺着啊，这么着也有今天。没事，老爷子您一定很好的，你给他宽宽心。老头别劝我啊，心里都明白。是啊，挺好、嗯、没事大爷、嗯、喝水吗？我给您喝水。嗯，不要，我扶您坐会儿。哎呀，嗯，您要什么呀？嗯，我要小姐。这早就该死，这个知道什么时候了？要小姐，他要方便一下。小姐，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？你就说撒尿不就完了吗？大爷，我扶您，扶您尿去啊！不要动，怎么呢？尿完了，哎，这太快了，看着我真是。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是吗？大爷没事啊，你一定能挺过去、啊、哦。小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您说。张大妈呀，李大妈呀，啊，赵婶啊，王阿姨啊，是
我都爱。哎嗨，就别想这个了。还有40多个妇女啊。好，都在河边等着你呢，你赶紧去。什么40多个？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？废话，提这干嘛？你要替我照顾他们。嗯嗯，我说好大爷，你给我拿个本儿，我得记一下。哎，对，实在记不过来，这点娘们太多了。哎呀，转身拿本儿。嗯，你爸爸，我爸听相声去了，不像话，笑了，谁笑了？这时候这能笑得出来吗？啊，好，可以，好，行。他回去座丢了。说到哪儿忘了不是啊？他媳妇儿啊，徐娘们儿把老婆老婆这完不了了，这能说好几天，你知道吗？老头完了，嗯，闭上眼了，怎么了？我都傻了，啊，就眨眼之间生死这就没了，真没了，真没了吗？我要探探鼻息呀，哦，看一看，嘿，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是。没死也让你给处死了。哎，我哪懂，我就探一下。这是探鼻息吗？您这个，哎呀，好家伙，甩着血走、啊、赶紧奔厨房干嘛呀？给你大哥送信儿。你得告诉他一声。到厨房看见你大哥那样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他干嘛呢？百日床前无孝子啊，你大哥就叫大孝弥天就好。这会儿你让他说炒菜，嗯，你看他吃咸菜他都吃不下去，心火大呀，但是又不吃又不行，还得盯着呢。是啊，打电话叫一外卖。哦，嗯，赶紧送来呀，别让男的送啊，还让那小闺女送，知道吗？就是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那个。你还是不饿？不是他送，大爷不吃。你死不死啊你？来了之后有一暗号啊。干嘛？让他敲3下门，然后喊。喊什么？喊那个恭喜你爸爸死了。这什么话这是？不说这个暗号我不吃。没听说过。我赶紧过去啊，大哥，嗯，恭喜你爸爸死了。哎，对，饭来了。是没来，真死了。快去瞧瞧去啊，参观一下，你爸爸招苍蝇了、嗯、哎，好，没有那么快。来了一进门，嗯，老头那躺着。是，大哥就傻了，就没想到就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没了。嗯，最后一面我都没看见，桃叶的肩上肩，柳叶遮满了天啊，在其位的这个名啊公，别唱了、哎、我知这不是我爸爸死了、嗯、这张云雷他爸爸死了，这个像话吗？唱这个死人。我劝劝他吧，啊！但这会儿你也不在家，我是不在家，因为你不是跟着八宝山曲艺团出去了吗？别提这个了。老三也不在家啊，他也是有事儿。老三是科学家，啊，正在保定开发科研项目。哦，他有个项目，研究那种不加驴肉的火烧，那就是素火烧，那个彻底粉碎驴火的猖狂。有什么猖狂的？这会儿正跟客户啊在澡堂子洗澡呢。啊，就是泡呢。哎，光着身子跟池子里正泡着呢。哦，一接电话说老头没了。是，老三急坏了，那是翻身上池子，顺着京石高速就跑回来了。我兄弟裸奔就回来了是吗？他戴着隐形眼镜，那管什么用啊？一进门啊，老三就愣了。是啊，大哥就迎上去了。哦，哥俩抱住就哭啊。那是，老三咧着嘴呀、啊，嗯，小妹妹送我的郎来、哎，碰上岳云鹏了，这又、老大拍了他肩膀，啊，又又送到了大门都没有这个啊，没有这个乱七八糟，没有吗？啊，反正哭一半，嗯，坐在那儿吧，哥俩抽抽搭搭的，是。没想到的事情，一个大活人没等我们孝顺老爷子正没了。嗯，正说着，噔噔噔砸门呢。这谁呀、啊？门口有人喊：“哦，恭喜你爸爸死了！”哎，送饭来了。嗯，这回是送饭的，把饭拿进来吧。啊，点的不是什么正经饭，那点的什么？就是河里边那种螺丝牛，你们见过吧？炒螺丝啊啊，就是、螺丝天津叫嘎啦牛，北京叫螺丝牛。对， 对，搁点辣椒、甜面酱炒。嗯，大爷那意思，好歹吃点就行了。是是，拿进来搁在这儿。嗯，老三。嗯，因为这个事儿啊，你二哥不在家，咱俩人呢，你们先吃行吗？商量。太厌气了，这个聊天聊的。三爷说：“那白事怎么办呢？”他也吃上了。
哥俩做这个 啊，我说二位省点嘴说话吧 啊，就说是呢，这事儿怎么办？哎，该说吧，办事儿怎么办？嗯，大爷说要我说把房卖了，卖房干嘛？万贯家财全都不要，干嘛呀？拿这钱给老头办白事。他孝顺。老三说这不像话呀，怎么？咱们的日子怎么过呢？哦，顾死的也得顾活的呀。老三实际。大哥急了，你呀，这是急了吗？这是，我告诉你，我在家里边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啊。我要说了不算，我就是个孙子，还起誓。老三急了啊，你先放下。你是孙子，我不是孙子是吗？啊，我一看不像话呀。对呀，我哥俩你们要这么打架的话，那我是个儿子，哎，对，你站辈儿了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要说你爸爸这辈子不容易，那是不容易，为家为业昼夜操劳，嗯，以致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欲裂。哦，虽经北京著名医师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牛七马八，这没敢说名字，以及俄罗斯著名的医师一家子诺夫先生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各大名医临床会诊，怎奈你父亲医药罔效，他老人家乘风而去，驾鹤西归，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耳玩去了。怎么那么热闹啊？这里头办白事吧。对呀，办白事吧。嗯，找门口那个有一个卖卤煮火烧的王大爷来给帮忙来。哦，他料理这事，干这个事没个老人不行啊。啊，他老理儿。王大爷为你们家卤煮火烧那摊儿今天都没干。好家伙，这不叫什么大事。来了说先给老头洗洗吧。对，这身上都馊了啊。王大爷架一口大锅，点上柴，搁着葱姜蒜豆豉甜面酱酱油，做好了给你爸爸搁在里头。这给我爸爸搁里头，洗干干净净的啊，去身上的味儿。哦，都弄好了，换上衣服，把人停上，是准备棺材，这是重要。可是北京城也没有棺材呀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都是火葬。嗯，你们家有一口老存性。哦，家里有。1928年，你的祖父就是你的爷爷啊，在蓟县马伸桥做生意。哦，他老人家喜爱文物，是。黑更半夜扛着铁锹夜到东陵啊，偷出来这么一个金丝楠的棺材，我爷爷指望自己百年之后就埋在这里边了。嗯，但是没想到用不上。怎么？盗窃文物当场击毙火化了。嗨，这个进废的呀你！棺材你爸爸弄回来，一直搁墙角站着当立柜使唤。这什么家庭啊？这是啊，这回你爸爸死用上了啊。来吧，把立柜放躺下。嗯，这一放躺下，立柜哭了。怎么？我他妈可歇会儿了。哎呀，这才叫拟人化呢，知道吗？打开立柜，里边都是你爸爸的存性啊。什么呀？什么人体摄影啊？啊，香港画报、日本电影啊，都是这，都藏在里头了。都弄出来，给你爸爸都装好了。嗯，请和尚来，高搭法台，要念经，要办白事。呵，嗯。一帮和尚坐好了，正当中有一个头戴五佛冠，就跟唐僧似的。哦，嘿，他领着大伙念经，念咽口诗十开16本经。嚯，怎么念啊？经念起来好听啊！您给学学。道场成就，镇济疆场，摘出千城上香设拜，叹息呀，海中巨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醒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近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接的朋友独明君兮。什么呀？老头划着船来的，哎，巴扎嘿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怎么那么乱呢？这个我也不老会了，就会前面几句啊。啊，念7749天，嚯，僧道坛你轮班来。嗯，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，这是居士林的来了啊，启士林的来了，哎呦，功德林的来了，嗯，麦当劳的也来了，肯德基的也来了，来这么些厨子干嘛呀？趁这机会干一庙会。啊，嗨，这都不挨着，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，晴空万里，红日喷薄，好天儿。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糕，搭七级大棚，过街牌楼，嗯，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，上写三个大字：当大事。好，孟子曰：“危送死以当大事。”嗯，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，哦，先放3声铁炮，请来文官。
官点主，武将进门，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，上小杠四十八人杠，后换大赵八十人杠。讲究夫满都是红缨帽、绿嫁衣，剃头、洗澡、穿靴子，一个个是满穿套裤。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，摆开一字长蛇，屋里阵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早晨9点钟由你们家把棺材运出来，你们家住前门呢，是由前门奔永定门，上二环走三环，奔四环绕五环到六环，转遍了北京城，晚上11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家。哎，怎么又抬回来了？没有坟地。哎，这里的后来呀，就别后来，您这玩意儿还都连着。这信纸说没完没了了。是啊，这个行了，配合一下啊。啊，嗯嗯嗯，还要是配合一下啊、哦。谢谢大姐啊、嗯，谢谢各位吧。嗯，其实你们应该谢谢谦儿哥。怎么呢？谦儿哥在这个舞台上确实，那、分量很重。您客气啊，我们哥俩合作这么些年了，其实就是，就得亏有谦儿哥照顾着我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真的，你包括一出去，他媳妇儿都嘱咐他。我媳妇儿太爱说话了。你要照顾好德刚。哦，他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我跟你没完。是啊，说的我都怪害臊了。行，我还没害臊呢。你有的是机会害臊我呀。因为我们一出去演出去，谦儿哥很照顾我。我应该的。我因为谦儿哥，我在后台我都不敢换衣裳。干嘛不敢换衣裳？你看上台穿演出的衣服，嗯，演完了得换自己衣服。对呀、你这一脱衣服他就过来了。我干嘛呀？他就塞着你。塞什么呀？塞着你那双袜子。袜子？他要拿回去给你洗袜子。我啊，洗袜子啊啊！你要跟他抢就急了。是啊，一把他就塞嘴里。我塞嘴里？你怎么弄啊？你怎么弄？就这么爱干活。洗袜子，哎，尤其出去演出，嗯，连着几天啊，他上酒店上你房间找去袜子，要是有裤衩那最好。哎呀，干嘛洗？高兴啊呀，又好几天又攒了这么四五条裤衩，嗯，高兴就跟过生日似的。哎，就这么高兴啊？嗯、拿走，嗯，有的时候拿走四条裤衩，嗯，送回来三条，我咽了一条是吗？看错了。啊，您说记混了，看错了，以为他自己的呢，哦，他留下了那三条送回来，那没准乱，我也没准，嗨，就无所谓了，是我那条他留下了，嗯，留下他洗干净，他还穿上了，这都乱了呢吗？到家换衣裳一脱裤子，他媳妇乐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穿德刚裤衩？哎，天不早了，你们还不回家？在这儿住啊？早休息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您这不像话，给人留下，您走了。待会儿你们出去都糊噜糊噜，脑袋有汗没有啊？是这热，这晚上今儿挺凉的哈。对，注意保暖。嗯，保暖思淫欲啊，不是一个意思。嗯，要谢谢谦儿哥，要谢谢高峰啊，高老师是比较这几个人在我们后台很重要。哦、啊，包括老高是替我教学什么的，那总教习嘛。对呀、啊，老高啊，把他叫上。老高，快来。高老师在吗？来，说相声的高峰是我，相声说得好，您客气。哎，外号叫小上小菊啊。上小菊还小，我还有多小啊？我小不点的小上小菊啊。哎，您客气了、啊，说得好。为什么高峰说相声说这么好？原因是呢？因为他师父好。哎，这我老师教的。哎，他师父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。谢谢。哎，等会儿你，我师父是爱好者呀。他师父是一个相声的大瓢友啊。这什么话这是？什么？相声老前辈。相声老前辈。对，老前怎么？他师父哦，嗨，想起来了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二先生，知道吗？您听这名字像老前辈吗？王几？不是，不姓王啊。范振钰先生，哎，范振钰，对，犯了罪，镇压在监狱。没有，您别胡批了。怎么了？就是范振钰先生，范振钰先生，哎哎，这个收了一大堆徒弟。对，最露脸的就是高峰。哎，也不能这么讲。哎呀，老头给观众
带来笑声一辈子。是啊，后来呢，那个去世了。哎，哎，去世那年多大岁数？81岁，八十一岁高龄、嗯，多少观众都哭啊。那当然，越那么好的人死晚了。嗯、哎，哎，嗯，您这晚字很可气。死在一个晚上嘛。嗯、那倒是死了一个晚上嘛、嗯。那会儿高峰他们都北京正演出呢，来电话，老头不好，赶紧回去。这儿演完了回北京，回天津。没错，他师傅住天津。到医院的时候晚上11点多。哎，对，晚上一帮人徒弟，有高峰围着床看着老头。嗯，老头很安详。是啊，你都来了，我好、哎、对好。你们能不能嗯，别笑得那么开心？哎啊，我们这都什么徒弟呀、啊？啊，我没事儿。哎、我有毅力，我希望我要活下去。哎、对对对，我一定要好好活。嗯啊，高峰就一直看着表啊，是啊，师傅您放心的去吧，啊啊，放心去吧，一定会可以的。这干嘛？什么手势？把他师傅那管子给拔了。哎呦，好，这我给害死的，老头儿。对，全一个作品。这你不知道不是吧？是我刚才都听见了。啊、哦、那得那得啊。因为他们师兄弟们是倒班来啊，怎么每个人呢给老头结一天医药钱哦？高峰到的时候就夜里11点多了啊，对，为什么看表呢？快12点了，嗯，呵，就你又省钱了，哎，对，这表要快点还麻烦了啊。那天到火葬场，到八宝山曲艺团，到八宝山没有曲艺团，不是在你们单位烧的，行了，我们天津烧，我记得你们单位有那芭比扣，好的，拿那玩意儿火化哦，那好的啊，就是到火葬场的时候、高峰提议什么呀？师父给观众带来笑声一辈子，我们不要在灵堂哭哭啼啼，那我们要用笑声和掌声送师父最后一程，我死腻歪这时候你知道吗？呵，大伙儿的徒弟们哗哈大笑，哎呀，有俩徒弟都乐得背过气去了，呵，徒弟们连徒弟媳妇们鼓掌高兴，好家伙，还有几个冲着老头哎。这害心他再坐起来，哎，还有俩这样的、您来来喝一喝，哎，下说这灵堂多热闹，哼，鲜花掌声笑声一片呢，哎呀高兴。火葬场看门的大爷说了，是我干了半辈子没见过死了这么开心的、哎、人看着新鲜，是不是这帮人给害死的、啊、就我一人害死了、哦、你给拔的管子、啊哎、对，好吧，这个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，哎，但是呢好在把老高留下来了，嗯嗯啊，听着这么别扭、啊、那这不别扭，如同侯震留下来道理一样，侯震是我师父没了，把他侄子侯震留下来了、哦、这就是先生们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们都是那遗产合着啊，挺好、嗯、咱们好好说相声，哎，是不是，尤其是他跟谦哥他们俩人，我觉得更有时间在一起多研究作品，哎，我们住得近，他们俩住在北京的锦南头，是了，我住在北边，他住南边，嗯，南边有个天堂河小区啊，您别蒙，我们天堂河那是公墓，那是八宝山遍地烧人吗？曲艺团就不烧人。对。你看这八曲的是吧？你看人家头曲的啊，八曲的。你看人家头牌说的话就是不一样。他长得俊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俩在天堂河公墓边上有这么一个小区。哎，反正离得有点距离。哎，一人一套烟景房。对，烟景房啊。这话多可气，那个、什么叫烟景房，四季如春呐、啊、对，还不交暖气费呢，四季如春，天天暖暖和和的、嗯、天天俩人哥俩没事楼上楼下一遛弯一散步，是是，我都羡慕，就在楼道里转悠啊，尤其吃完了饭、嗯、晚上俩人小区里一散步，哎，消消食啊，暖和，高峰于谦俩人走高兴，多好，探讨艺术探讨人生，哎，高兴啊。这些日子郭德纲上你们家去了吗？嗯，没有啊，是是，上你们家去了吗？去了我也不承认呢，嗯，还是去了，哎，这叫什么话，探讨什么那么着，请就探讨那帽子是你们俩落那儿了、哎、你们都没看见，这还展示展示、嗯、三顶都拿起来啊，嗯，别发了，就一个翠绿的一个草绿的啊，还渐变呢，那是啊，这叫原谅帽，是了，挺好，说到哪儿了、嗯、忘了就俩人跟小区里边走，哎，那天走着走出事了，怎么突然间发现地上有东西，什么呀，也不是谁遛狗，小狗的便便，嗨、哎、你说狗屎就得了、啊、有30来斤，嚯这得多日子没拉了，这个、啊、嗯，这哥俩站在那儿，哦，嗯，
馋了，别咂巴滋味了。哎呀，高峰看看于谦，于谦看高峰，四目对视啊。于谦乐了，是老高，敢吃了吗？什么朋友？吃完了我给你10万块钱，这叫打赌。把高峰气的，你带着筷子呢？嗨，我是没有这工具，真是的，倒是也行。认钱，我看看凉不凉？凉我可不吃。对，我吃凉的吐心，胃口不好。对啊，哎呦，没多少功夫。那是一会儿功夫啊，30来斤都吃完了。啊、就是我这分量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于谦给10万块钱。对，主要要这钱。于谦乐疯了，是你出去散步带10万块钱呢？这不是蒙我吗？回家给你吧。啊，俩人又往前散步。我还能散步？走着走着，走着，又发现一滩小狗的便便。哎呀，比刚才那个大一倍。哼，那大狗的便便，对，这60多斤。俩人看着，呀啦嗦，没有那么高，哪有那么高啊？高峰乐了，谦儿。敢吃吗？对呀、吃了我给你10万。你又翻回来了，谦儿乐坏了，就把勺掏出来了。哎，有备而来，我备得起。连地都咔嚓干净了。呵，吃完了，高峰给10万。啊，高峰说：“你是人吗？啊，你没带10万，我能带10万吗？”就是啊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咱们谁也不欠谁了。嗯，请，请。行了，你长不了个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多可气啊！合着我们俩出来，一人闹一肚子屎就完了，是吧？我们就为这2包狗屎来的，是吧？就您别信，都没这事儿、后来就没吃过啊，这之前也没吃过。啊、好，这后来不承认了啊。嗯，挺好，这个很开心，带着他们两位跟大伙展示了一下小区散步的一些情况。哎，行了，您没有别渲染了就。啊、今天这场演出呢是纪念我拜师15年。对。哎，你说人生中有几个15年呢？您多说点这个。这个一晃就过去了，就是啊，但是很感慨，也很感谢当年侯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。哎，是啊，是是是，也感谢他们哥几个，对我的帮助。不客气，这在我们这儿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哎呀，今天来了演出的人呢，这个大部分您都认识，对，有的您也不熟悉，把他们叫出来，咱们玩会儿好吗？哎，好。这个因为石先生岁数大了，我就给他先送回去了。是是啊，送回去了，然后就剩这些位了啊。从那边介绍，高峰高老板，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。哎，我们这来老先生啊，杨锦明杨先生。哎，你别看他岁数大，他是我师弟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我哎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那是我徒弟啊，周九良，那也是我徒弟孟鹤堂。那主持人哪儿去了啊？大脑袋呢？哎，这也是我徒弟，跟郭麒麟说相声的啊，我徒弟，壮壮你们叫他啊，严鹤祥，孟鹤堂，来过来。你谦儿大爷有一帽子给你留下来了，倒是讨个吉利啊。行了，撂下吧啊，撂下吧啊，这个给大伙儿唱两句吧，好吗？哦，唱。我也没准备，师傅，您这啊愣出，大可不就愣了这。来个一起吧。十八梦，我来个一起吧。一起就算了，因为这今天是我师傅的主场。大家唱一个平戏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刘伶醉酒。好。来了刘伶，好酒的呀难。叹如今谗臣当道，兵马大乱，读书人逢乱世啊。有口难言，我只得在醉中讨灾避难，哪怕人耻笑我狂傲疯癫。好，
来，都往前站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儿吧，唱个大西厢。我前两天啊有点感冒，然后嗓子一直不太舒服，到今天好点了，又录了两天坑王啊，一天录好几个钟头，所以嗓子有点充血啊，咱们那个缓着劲儿的来好吗？好，我带你们咱们一块儿啊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明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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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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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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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叫桃花店啊，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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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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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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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结束，祝您各位晚。